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谨代表正大表演馆啊，感谢大家今晚的莅临。我们今天节目比较特别啊，我们还没开始演奏之前，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些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等会要演出的这第一首曲子是一个歌剧的选段。音乐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说明那会帮助大家比较快进入音乐的状况。我们等会音乐会啊要为大家带来的这第一首曲子是理查德老师的非常知名的歌剧，而且也是他比较通俗的歌剧，叫《玫瑰骑士》。那这一部歌剧原来有三幕，全长的演出时间大约三个小时。我们今年呢，因为要选比赛曲，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首曲子当做我们今年比赛的自选曲。在这个歌剧里面呢，大意大概是这样，就是元帅夫人她偷情，那她结交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男爵的后代。那个男爵的后代啊，只有15岁还是17岁，我忘了。然后元帅夫人就快40岁，一个老女人跟一个小男生的偷情。然后所以故事呢就是一个三角恋的概念。在偷情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元帅夫人的堂哥闯进来，所以那当然偷情的情夫就要躲起来。那讲了一堆有的没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堂哥看上了一个美女。那这个名字叫苏菲，你知道，他想要娶她，可是他的堂哥是一个老阿伯，很老很老的。那那个他看上的女生只有15岁，那所以呢，在歌剧里面有一个习俗，就是说，如果当我要娶亲的时候，我要下那个婚约，我需要送一朵银色的玫瑰。那送这朵银色的玫瑰呢，需要一个银玫瑰的使者。那所以元帅夫人呢，就推荐了他的情夫。当了这个送玫瑰的那个使者，结果在送玫瑰的过程里面呢，苏菲看到了这个情夫，这个情夫叫做奥塔维亚，然后就爱上他了，然后就一见钟情。所以呢，他们私底下就说好，那我要破坏这个婚约，所以他就请人送了一封一个密函给这个公爵，说哎，有一个爱慕你的女生想要跟你约会，那他们就设计他。那这个故事大概就是照着这个剧情在发展，那是一个闹剧。我们今天要选，我们今天要演出这个段落里面呢，有其中的5段。那这5段分别是什么呢？一开始下去都是偷情的场景，那这也是原来歌剧里面一开始的前奏，那非常激烈，非常急促，有非常多的弹性速度。然后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缓板，一个非常慢的平静的缓板，就是什么？偷情之后，两个人啊，没有力气了。躺在床上，然后天色微亮，对，所以会进入一个缓板。然后呢，之后我们会进入下一段比较激烈的快板。这个快板说什么事情？这个快板就是说，苏菲跟那个奥塔比一见钟情，所以他们在悄悄说情话的时候，被那个元帅夫人的堂哥就是抓到了，对，就说哎破坏他们的奸情，是吧？那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之后我们会进入一段很可爱，或许带一点点猥亵的华尔兹。那这个华尔兹呢，在整出歌剧里面代表的就是这个元帅夫人的堂哥的主题，就是他每次只要一出场，这个音乐就会出现的。然后之后我们会进入这出音乐剧里面，这出歌剧里面最重要的场景就是三重唱啊，三重哪三个人？就是情夫跟元帅夫人还有那个苏菲，他们三个人相遇了。终于见到面了，然后各唱歌。那里面大概是表述什么呢？就是说元帅夫人他说，我终究是一个年华老去的女人，那我应该要放手成全那个两对，就是那一对年轻的情侣的。然后那个男生情夫，他就夹在两个女人的中间，好为难。一个是交往多年的情妇，一个是他一见钟情的对象，他觉得他真心喜欢的女人。那苏菲呢，在说什么呢？苏菲就说啊，怎么办？我终于见到我的情妇，我的爱人的情妇是吧？那我到底该怎么做的？我很为难，大概是这样。然后之后整出歌剧，我们最后是用整出音乐剧里面，歌剧里面最灿烂的华尔兹当做结尾，所以整个剧情大概是这样。那这剧情大概8分钟。那现在请大家欣赏这首曲子《玫瑰骑士》的选曲，谢谢。